大家好，我是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毅君。自12月1日启动秋冬防疫专案，请您共同配合以下事项：一、前往医疗照护、公共运输、生活消费、教育学习、观展观赛、休闲娱乐、宗教祭祀、洽公机关机构等八大类高风险场域时，因为不宜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，且会接触到不特定的对象，请您务必佩戴口罩。二、在户外人潮聚集的场所或集会，请遵守业者或主办单位的人数管制。如果无法保持社交距离，请您自主戴上口罩。参加过程也请配合十连制、量体温、手部消毒等防疫措施。感谢有您与我们一起努力，守护你我的健康。